这是一位名叫方苏雅的法国人，于1896年到1904年期间，在我国云南及其周边地区拍摄的一组照片。那时候，年仅42岁的他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之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他也不会想到，这些照片在1996年会被一对中国夫妇万里迢迢带回故土。他更不会想到，他所拍摄的这些老照片改变了这对中国夫妇的人生轨迹。如今6年过去了，关于老照片的故事还在继续，关于这对中国夫妇的故事也在继续。2002年7月9日，王立群在北京朋友的家中忙着收拾行李，因为明天他要去法国。做老照片现在已经5年多了吧，我们还有一个遗憾的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一个31分钟的一个无声电影，是1896年方苏雅拍的电影，我们这次去准备给他买回来。哎，哎，殷晓俊吗？哎，王立群，你们今天展览安排好了吗？哎，明天什么时候那个开幕式？啊，明天我过去呢，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明天我是9:40的飞机，我7点就离开了。哎，哎，好的好的，嗯。与此同时，在云南昆明，王立群的丈夫殷晓俊正在云南陆军讲武堂为明天的老照片展览做最后的准备。谢谢王哥，市长你把我看。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正好在这个昆明的话呢，做了一个长期的陈列馆，明天这个展览开幕。1996年6月，一位70多岁的法国老人来到云南，自称是方苏雅的侄子赛都。他是为看看父辈方苏雅走过的地方而到昆明的，同时也想把叔叔方苏雅100多年前在云南拍摄的80余幅照片拿到昆明展出。方苏雅的侄子，他们出了本书叫做《领事的眼光》，就登了大概有140幅有和中国有关的一些照片，但不是完全是云南，还有贵州的、四川的，就是他所到之处，对吧？你拍了一些这样的照片。那么那个书拿进来以后呢，他们一个人交给我先生说：“哎，你来出10万块钱，办个展览。”我先生说：“好啊，10万块钱，但是我没挣那些钱，是10万块钱也不是个大数，而且我们挺喜欢照片的。”他也看不懂，因为是法文的嘛。拿来给我看的时候看，哟，写的是昆明啊，云南府。我给殷晓俊讲，哎呦，我说都是昆明的，你看有北城、南城，有市里，还有一些 有些街道还能对起来，现在就是名字还叫得出来，只是没那样了。他就说那咱们就去看看吧。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字叫方苏雅，于1857年出生在法国，1896年到中国云南任驻云南府名誉总领事。酷爱摄影的他到达昆明后，开始了他对这个国家巨细无遗的注视。1904年，他带着一批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回到了法国，直至1935年病逝。他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只有装在一个紫檀木箱子里的上千张照片和16毫米31分钟的无声电影。方苏雅的夫人去世后，由他的侄子赛都继续保管。殷晓俊在爱人王立群的帮助下接触到了这些跨越百年的照片。当木箱沉重地开启，一座沉睡了百年的昆明城展现在他的面前。把箱子打开以后的话，那基本可以确认，但是我觉得60-70%的照片都是
昆明的，都是云南的，因为他的人物、他的穿戴和他的穿打扮，甚至看他的人每个人物的面孔，那基本和我小时候看到的老昆明的那些我的祖辈，比如说我外婆或者我外公，那个面孔基本差不了多少。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可能当时的感觉比较震撼的就是有一幅乞丐的照片。这个乞丐照片的话，有一个老太婆的话，眼睛是瞎的，脸比较宽一点啊。那张照片特别像我外婆，所以这个当时的冲击比较大。因为我小时候跟我外婆生活大概有十多年啊，这个生活也是确实不容易。所以这种感觉的话呢，似乎把自己生命里面的一种信息和这种基因的话呢，就唤醒了或者激活了啊。100年前的老照片使殷晓俊激动得难以入眠，因为当时30几岁的他正处在对自己的人生价值感到迷茫和困惑的时候。殷晓俊的迷茫和困惑还得从80年代说起。王义全和殷晓俊都是8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那个时候的中国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云南第5家合资公司总经理的殷晓俊，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毅然辞职下海。从修自行车开始，然后一直到这个边境上倒木材、倒药材，到处拼命的跑。我在外贸也特别忙，工作没办法，还怀孕了。那但是我们有可能6、7个月了，后来就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很多朋友来鼓励我说：“不行，你得挺住。”那家就靠你了。我说那我也太冤了，也没人帮我，那怎么办呢？所以呢，说孩子在医院呢，白天上班，晚上住医院，一个月不回家，就这么干的。那我没办法，我没有其他选择。所以这种生存的这种环境的话呢，我想一般产能的话呢是不，绝对不可忍受的。你想，那么4、5年的时间的话呢，都是在这种我为了生存在求生存吧啊，在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包袱和压力非常大。所以因此的话就说是一直做到96年，那个做最后的话呢比较成功的代理外商的几个产品，在这个云南的几个企业的话呢做成功了以后，我才找到一些钱。突然来那么多钱，100万、200万、300万，这个一看都是现金啊，我就想着这个钱怎么就是真的是可以用的钱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就赶快添置一些东西吧啊，别人有的大哥大咱们也拿一个大哥大，接下来就买房子买车子，然后的话呢，朋友的话呢，要借钱呢就给吧，借了150多万出去，借的我也不收了啊，不管他们。所以这些过程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当爆发以后啊，我是应该说是比较典型的，可以很快的经历过当时市面上比较浮躁的这种奢侈的生活，买了一个天大地大的摩托车，反正那个摩托车的话，我觉得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昆明也就这么一站啊，1500cc 的一个大摩托车，开的到处兜风啊。今天带这个小姐转一转，明天带那个有时候无聊的要去带老太婆去转一转，都有。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当时的话呢，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愿望，就是说要证实自己的存在。也挺奢侈的，过日子啊，过的那还没有目标似的，就大把的花钱啊，到处玩什么的，飘的。一个表妹啊，她在昆明的话呢养了20个顾问，当时养了20个顾问，养了5年了。然后的话，她的丈夫的话呢也是贷款开了个工厂，不断的资助她养，最后她丈夫也破产了，没钱了。在这种时候的话呢，当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圣诞节的晚上啊，头天晚上的话呢，我就去看他们，看他们，她在那祈祷啊，说了半天又祈祷，那些小孩也跟着在那念，反正就是他们念经过。这个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样做意义何在啊？他说肯定有贵人来帮助我们。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明天就没什么吃的都没有了，20个小孩就没东西了。哎呀，我当时也很感动，赶快就留了，这个大概是5000块钱给他。所以我当时的触动很大，我说是啊，你看看我，就是那段时间是真是过昏头了，乱过了啊。这样说吧，这个花钱原来的话呢，这个为了500块钱，人家给我500块钱的工钱，我都会感动得不得了。而我一天要花三千块钱、4000块钱，这样做真是，这个很短的时间，一天突然感悟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说，遇到这批照片，那自然而然的，我就很快的就把这个精力腾在里面去了。他是要看到侧面、正面还有背面，有时候的话像那个一个苗族啊，他就是三个。
我们原来想的比较简单，咱们就做个展览，出本书，可能就结束了我们这个工作。我们该干嘛还干嘛去，该进山也进山去，因为我们原来都是那个外贸的圈里的吧。1996年，昆明被殷晓俊夫妇命名为云南沧桑化百年的老照片展览开展了。这80幅老照片的出现在昆明市民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许多老人被照片上的情景勾起了遥远的回忆。云南展览以后，哎呀，特别轰动，反响特别特别的大，那些老人也来，特别感动，留下了很多很多感人肺腑的那个留言。第一个观众写的就是我爱你中国，就写那么5个字，哎呀，真的特朴素。展览以后你会觉得得到一种震撼，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原来只是很小的一个事情，引起人家那么深的共鸣。大家把看这种照片得到的那种感受是我热爱中国热爱民族那种情节都全部调动起来了。哪怕照片上表现的是悲哀的痛苦的，我们觉得这个事情真的不仅仅是照片了，已经一种社会责任在里边。据殷晓俊了解，1925年之前有关云南的照片，云南档案馆只有4张，而这批照片中，有些照片比我国现存最早的慈禧御照还早2年。历经上百年的沧桑，这些照片已经没有了底片。但是就是隐隐约的自己认识到，这个照片是记载这个人的一种灵魂的一种方式，也接受中国古人的一种观点啊。那么这种灵魂的话，如果是都是我们这个昆明人的这种祖先的灵魂的话，都放在这个异国他乡那么地方沉睡了上百年啊，我觉得话呢，应该把它带回来一个安魂的地方。所以这种感性的认识可能当时比较强烈。那么当然的话呢，我就很快就决定应该用一些办法把它买回来。结果过了3月，他回来给了个消息，说他和他们联系上了，有2000多幅照片。那么但他不知道哪些对我们有用，希望我们去看一下。所以呢，年底的时候我们就买了一些设备啊，带了一些照相器材啊，就去看吧。他们实际对我们买照片已经是很敏感的一件事情了。当时的话我记得就是我们第一次把这个所有器材运到法国去，然后把那个钱提了一批箱的那个法兰现金啊，到他家的时候啊，他看到没看到钱的时候啊，他们也是第一次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我们刚刚到的第二天啊，然后我就打电话，我记得晚上6点钟到的，到了凡尔赛我就打电话，我们到了，好了晚上吃饭，好了我就请他们吃饭，吃完饭以后吃到8点半左右，我说我们看怎么工作，是不是把你的东西拿到宾馆里面，我们住着房间里面来拍。他说不行，这个绝对不能离开他的那个房子。他说了一大堆理由，有遗嘱的什么限制啊，然后他怎么怎么样，反正就说是不愿意。那好了，我们就到他里面拍吧。然后我就跟他说的话呢，我们什么时候工作，他说现在不能工作。他实际的话呢，后来也想要钱，你看这个就是法兰500块钱的面值的一张，那么厚一档就是50000，现在就给你。我想通过一些人性中的一些弱点吧，咱们最好还是把它打动了，所以先把照片把它抢救回来。方苏雅的侄子赛都给殷晓俊夫妇的工作时间提出了要求，6大本相册中的600张照片只有20天的翻拍时间，翻拍时不准使用闪光灯，拍照片不能拿出时间过长，以免见光氧化。这对于殷晓俊和王义群两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来说，无疑是增大了难度。我们三人得商量一下这事，得分工啊。殷晓俊主拍，他已经经过了训练，怎么操作相机啊，怎么去那个对焦距啊，找点啊，那个什么补光呀、啊，反正因为照片那个静物的拍摄还和一般的不一样。那我呢，我前两是翻译，我跟他们沟通，跟他们提各方面的哈，这样的。另外那朋友呢，就专门就训练钻胶卷，因为他是那个120的那个是得人工卷进去，再多买了一个那个叫做背
那个相机的背盒吧，就专门训练那个，让他就卷，一直在那卷。殷晓俊拍完一卷，马上递一个盒给他，已经卷好了，就等已经上好卷的那个东西，插上去就可以拍。那么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拍摄的速度。因为我们太越级了，说实话，拍照片虽然我们喜欢拍，没经过训练，只凭感觉，在拍的过程中就怕花了，还是花了。很不幸，第一天、第二天拍的几十卷，我们在法国赶快冲出来，我怕路上曝光了就什么都没了。冲出来一看，哎，挺高兴的，还请人洗的，挺贵的呀，法国洗的黑白照片，手洗的，几十块一张吧，小的。洗出来一看，哎，挺高兴。我们拿原作对吧？哎呦，好多地方是花的。翻出来照片真的好，现在比较起来真的好。它那雕花门板呀，那些很多细节，那个瓦扇的那些铸出来的很多小东西都看得特别清楚，有层次。我们拍的东西就不如他的，那不行，得换地儿。原来我们拍的是在一个木板地上拍，那汽车从外面一过，哦，一点震动它就花了，就虚了，没办法搬到他们洗手间去拍了。洗手间是水泥地，是那个就相对稳一点啊，人走路也好，汽车也好，它的震动就应该是最小的一个地方，在洗手间里窝着拍，殷晓俊在那。说我们在翻拍的时候啊，他已经请了人，实际上他是来帮助我们工作的。实际的话呢，我想看到他那两个年轻人身强力壮的，我想肯定也是法国情报部门的人啊，就站在我们身边不超过两米的距离看的，一直守着我们拍什么什么东西。那我们一开始的话动作也不能快，反正我们就是互相摆龙门阵啊，我们这个尽可能的说我们这个技术要处理，我们躲到这间房子，然后那边是拆的照，把相册一张一张的拿过来，因为他这个有些是装的那个相册里面，要把它解开嘛，咱们就尽可能的把他的视线分散开。这样的话呢，头五天是他们是盯得比较紧的，到了后面他们也顶不住了。实际它能引起给我们转让的照片的话呢，其实非常有限，大概就是250张。后来我们怎么样跟他说了以后，就一直交到600张。实际今天我们可以正式宣布，番薯要所有的照片1200张，在当时我们都把它全部投，应该说是偷拍回来了啊。回来的话呢，照片拿到昆明来以后，但是都是小单小单的翻拍的，我们洗了一大堆出来，翻到地上就那么来分类啊。大家一般人，我自己当时我都怀疑自己，真的花100多万就买这些小东西出来。殷晓俊呢，他整个都变了。他整个一接触这个东西以后呢，就整个都在照片上了，那些人物都在他的梦中了，他说做梦都梦见那些人了。我们买相纸后来都是去批发了，零售根本做不起，我们买的那个显影定影的药剂，用那个微型车一车就往家里拉，用车来拉，按吨计的。我们是晚上9点钟开始进入暗房，因为天黑了，就天然的暗房，我们做不起那么大的暗房嘛，那么就想着慢慢做，我们用心去做，然后洗照片，从显影，从曝光到显影到定影，还弄你保姆通宵的把照片洗出来，第二天上午起来全是照片，所有照片每一张照片都是我们在家里洗出来的。我们家的那个大鱼池就是一个洗照片的那个东西了，还专门我们一个按摩浴缸，原来挺奢侈吧，安装家的按摩浴缸，后来全是洗照片了。后来洗完照片以后呢，那些镀金的东西全部被腐蚀掉了，上面那些都斑斑驳驳的，已经脱落了那些镀的。我就是看曝光，看完以后的话呢，这个后面的显影液完了以后就交给他们，后面他们清洗啊，持续3个月。因为你一间断的话，这个药水又作废了。那个、照片的那种感觉嘛，就是说，确实会摄你灵魂的感觉。因为那个显，特别是曝完光以后，一个白纸什么都没有，拿到那个大池子里去，3秒5秒，慢慢的就显出一个人来了。在红色的那种那个暗光下面，一个人显出来了，或者一片什么东西显出来了，慢慢清晰起来。而且这个东西是我们意料不到的一些东西，就出来了，
像在看着你似的，你照片上人各个像在跟你对话似的看着你。哎呦，你觉得，哎呦，不仅仅是照片了，他已经超越了照片那个范畴。我觉得不仅仅是照片，上面是很多灵魂，很多的故事在向你讲述。当100年前的人们一个个从显影池里浮现出来时，照片上的那些眼睛令殷晓俊永世难忘。他觉得所有的眼睛都在看着他，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这个世界，这目光穿越100年时空与我们交汇。这个房子的话呢，我们现在基本确定就是完整这个最大的遗憾就要到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房子，因为这条街道。老照片成为殷晓俊心中的一个情节，使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为了确定照片上的地点和反映的事件，殷晓俊放弃了蒸蒸日上的事业，循着方苏雅当年拍摄的路线亲自到实地考证，并试图在他当年拍摄的地方再次按下快门，想从中感受一下100年前和今天的区别。比较容易对照的是一些地点的这种对照，因为这个对和错至少还可以找到一些地形的这种辨认的坐标啊，但是人文的对照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最初的时候发现这个他那个照片上面有三个人物做的，然后一看的话可能就是像个学生一样的或者秀才之类的人物做的，然后他在底下的解说是这样写的，就说这是1903年进行审视的时候前三名，就这么一段字。1903年的审视很容易找，因为它是清末最后一次审视了，后面的话呢科技就废除了啊。所以我们查这个名单的时候，哎，那一年的话只有三个人，一个是严家谷，一个是施汝清，一个是黎坤。好了，一看我就很激动，我说一定有一个人可能是严家谷。特别我最记得就是什么，严家谷的有一个第九个小孩叫严继谭啊，小时候就跟我们住在我们的一个大院里面，所以的话我就记得好像这个似乎曾经见过这样的人，所以最后的话我就跑到图书馆去找这个严家谷的这个图片，翻了大概一个月，最后的话只找到一张他的侧像，这个是他到了这个浙江做提学史的时候，就教育厅长的时候他拍这张照片，这个绝对准确的把他辨认出来的他的这个额头和他的这个面孔。所以但是尽管在这个展览的过程中的话呢，我们也不愿意把他这个全部把他说的那么死，所以我就把那个名字写出来，就说是现在的这个展览的话呢，当时我们考证的应该是这三个人在里面，但是名字对哪一个人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好了，我们一公布了以后，这个展览以后啊，他家的后人在昆明有很多朋友，也就是那个严公的这个我们说的那个严继谭的他的那个太太，一听到这个事情就激动了，他可能手上有保留的非常多的这个他的这个就是严家谷的这些史料，所以他一听见就激动了，然后就要赶着来看这个展览，还没看就心脏病发了，就住到医院里面去了。后来住了15天以后，不断的打电话给我，他说的话呢，我要过来，你千万不要关门。我说好好，没问题。最后那一天他就来了，坐着轮椅，他们四个人把他抬到楼上来，抬到上面来的话呢，他就扑通的就跑到地上就跪着，然后见到一个人，那个照片上的人就跪，这是大表哥，这是二表哥。我也不好说，说搞错了，是在那边。经常就这样，后带到他那个地方去给他看的。我说这个你看看到底谁像严家谷？他实际也搞错，他把李坤给，这个当成严家谷了。可能那种心情太激动了吧？啊，当然后面的后人的话呢，也出示了一些照片，他的严家谷晚年的照片，那很准确的把这严家谷找到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第一次感悟，就是这个照片有我们祖先的灵魂在里面。后来这个。大家都来寻根问祖啊！我最记得有我们在昆明办展览的时候，大概是快闭幕的这个头两天，然后一个脸长得非常严的一个人的话呢，气势汹汹的就跑来找我，那天狠狠的打了我的肩膀一下，然后我转过来，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看了一眼，我很清楚，我说：“你只能是王志教的这个后人，
因为完治的话脸是长的，然后他的儿子是脸是团的，再往后面又是长的，那么我就说是隔代传的话呢，这个你是颜脸，你肯定是完治教的。他说对，然后他说你要付我这个我父亲的肖像权，我祖父的肖像权，然后的话呢，这个我没有引起你不能斩了，非常严肃的就把我拉到这个大门口去。后来我说你冷静一点，我现在的话办这个展览只是想请人来来辨认，来帮助我们考证。那么如果你有这个更多的直接的证据的话呢，你可以这个拿来给我们看一看啊，咱们来把它确认一下。最后的我就跟他说了一个道理，我说这个根据这个国际上的这个通行的惯例，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肖像权的问题，一般人死后50年是没有什么肖像权的，所以这个是国际上的惯例，中国25年，你算一算这个完治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后来他知道不吭气了，后来就哭起来了，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展览，为什么不早2年展览，很凶的。我说怎么展览啊，他说你看看我大哥也死了，我二哥也死，现在剩了我一个人了，他们都没看到他的祖父是什么样。殷晓俊笑称自己经常会置身于100年前的社会而流连忘返，他认为这批老照片不仅属于昆明，而且属于整个中国，为此他自筹资金分别在全国几个省市展览，平均每张门票3元的价格更是让他的爱人王一群左思右想之后不得不出去工作来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门票3块钱啊，实际你看我们那个标准，一天可能有一半人都是不要门票进来的啊，那实际是付电费，然后维持这些费用，然后运营这些这个门票啊，这就是搞些费用的。可能内心中都找到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因为照片确实能唤起人家很多，特别在世界之交的那种过程，有一种茫然的时候，反正他就觉得自己就全部就进去了。我呢，我现在比较理智，他呢已经从理智进入非理智了。我觉得需要我投入的时候，我一定会投入。那么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因为不仅仅因为照片，那如果我俩都去做照片了，那家庭怎么维系啊？那么我们还得有收入，还得有发展哈。那么小孩将来啊，包括我们家庭将来也应该有些发展，所以我呢，我还在其他公司做一些贸易啊，或者做一些法律方面的一些事务。对老照片的研究和考证花去了殷晓俊全部的时间和积蓄，雇佣的帮手因为他付不起工资而纷纷辞职，最后只剩下女儿。这是女儿过9岁生日的时候，殷晓俊为她拍的一段画面。过完9岁生日后，女儿将要和父亲一起面对所有的困难。说我要说真话了，这个渣男呢？这个渣男打着我手啊，我想把人懂吗？我送你一台那个机器吧。我现在做出那些吃成一片很好的晚餐。好，可以。第二个了，第三呢？哥给的特别小心，你知道吗？三兄才不能出那麻烦，听见了？有一次，我跟他两个人在家，那个家里面没米没油，我也是不吃包子这类的东西。我当时就特别饿的，有几次我都是特别头昏昏沉沉的，没有想到什么，一件事情都不想做，因为我们家那里唯一只剩一个包子，后来我没得办法，我就把它吃了，我爸就把它那个让给我吃。那时候特别穷，我妈妈因为长期在外，我也没得办法。他当时只说了，如果你觉得这批照片值的话，你就支持我做，继续做下去。那时候还是一个冬天，特别的冷，我两个在家。个人有个人的目标，我觉得他这种行为还是蛮赞成，虽然苦是苦了一点了。今天门票卖的怎么样？
300多。哎，可以啦，星期一烧就卖300多，也得才100多块钱。有嘞。是嘛，一把烧来了，今天早就300多了。嗯。书都卖了。书那个没影片卖了500，书那个画册卖了200。书100多万卖。啊。嗯，我本来送几本。因为我刚时来的时候，我也我们同学都说你跟他干那么一点点工资怎么样了、哦？嗯，他那么有钱，我说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说他做的东西的嘛，都是那种无偿的付出，但一点回报都没有。我说工资发不发都无所谓。我说你有钱了你出钱做，我没钱了我就出点力帮你做，是这样的。这是新娘，背新娘。是吧？你这个。哎，对，现在也有嘛。保姆小张是在殷晓俊的耳濡目染下，于4年后考入党校办的一所函授大学，并在一家柯达公司上班。平常没事的时候，经常过来帮忙。他经常说，是殷晓俊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殷晓俊呢？是不是这些跨越百年的灵魂，赋予了他新的思想和目标？这个里面光盘可以长期保存，哦、对，把这个。哦这个嗯，对，这两本都有。老照片回到昆明已经快6个年头了，由于数量较多，没有足够的面积摆放，殷晓俊只好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家里。而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人早晚的话呢，总是要找一个精神寄托的地方嘛。所以出于这种动机的话呢，就是说要把这个灵魂的话呢，除了带回昆明呢，要给他一个安家的地方。所以我当时的话就想，到不了的话，咱们顺着东南方向再找一块很便宜的地，咱们慢慢的下半辈子的话呢，再盖，就像盖个祠堂或者盖个庙一样的，最后我们做个守庙的人在那待着就完了。但是这个理想的话呢，我觉得好像突然提前实现了。话呢，今年这个正好过了。春节以后初15的时候，然后这个陆军讲武堂这个文管所的这个领导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小俊你过来咱们谈一谈，我们真情的邀请你把照片带到这边来，然后房子一分钱不要，你把展品带过来咱们好好的放在这里。其实这是我2年来都是梦寐以求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我不是拿这个照片来赚钱的，所以的话呢就是如果他不提供这个房子，我确实是没办法来做。因为如果说我去贷款啊，或者借朋友的钱，或者是再把一些家当卖了，再去盖一个房子，就算把这个房子盖起来，我还要维持这个房子的费用，所以的话呢都很难。那么现在他提供这样的条件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达到了我的想法，因为不能拿自己的祖先来赚钱，这个是非常，我拿回来这个事情就是应该是初衷吧。云南陆军讲武堂原名红化堂，创建于1899年。从这里走出来的师生们，后来有许多成为护国运动的中坚力量。杰出的革命将领朱德、叶剑英都毕业于此。历经百年的风雨，讲武堂仍顽强地伫立在那里，见证着整个时代的变迁。殷晓俊认为，只有讲武堂这厚重古老的身躯和胸怀，才能够承载下这些百年前的灵魂。希望的话呢，能作为一种昆明的这种历史文化名城啊，能确实做到，不敢说是名副其实吧，能给他为他提供一些可以作为一种这个称得上历史文化名城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历史这种长河里面的话呢，找到了很多原来我觉得比较茫然的这种问号在里面，生活的茫然，还有这个对社会的观察。自己的这种行为准则都找不到，但是的话呢，从这个历史上，从研究这些东西要看很多史料，突然似乎就找到了另外一个坐标了，所以我现在就更有兴趣再往深度再走，再研究这批照片。这个事情如果停下来呢，它前期努力就没有意义了，是吧？那么就是说看吧，能走多远走多远，我们也不敢奢望太多的事情，就是说从小事做起，做一点算一点，哪怕清贫一点，哪怕做的过得简单一点，也觉得能够承受，因为你得到了其他的快乐。
如今唯一令殷晓俊放心不下的就是那部31分钟的无声电影。中国最早的电影是1907年拍摄的《定金山》，而这部无声电影拍摄于1901年，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97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照片抢救回来，这个过程中实际就开始接触到这个无声电影了。而且我把它整个片子大概31分钟全部都看了，它是3分钟一个片段。那么在手摇的这个转速的时候的话，那个机子不太稳定，就是总是上下这样的晃动的。那么就是看到方素雅的话，当时他跑到这个昆明的一个主要的街道，就是金马碧鸡坊前面，然后他就这个搭了一个楼梯，他就爬上去了。然后他的那个差官的话呢，就把那些这个路上的人的话呢，把他围拢在他的镜头前面，然后又躲起来，他就拍了一张照片。这个是一个片段。还有的话就是训练豹子的时候，他不是养着4只小豹子啊，然后他就那个用那个绳子拴着在那边怎么训练他，有一段。看他的电影以后，我对他的照片就有另外一个角度的理解。因为他的这个照片呢，就是我们今天看起来他为什么会有很多照片是今天来说的话呢，用一种接片的手法，还有一种反打的一些手法来拍。为什么？但是呢，如果没有看到这个电影资料的时候不知道，不好理解。我们看到这个电影资料的话就可以理解，他确实是当时的话呢，这个就是用照相术的话呢，按照记录或者是纪实的这种系列的纪实摄影的手法来拍。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想可能会能提供到一些方便的条件，当然也可能现在还没有最后达成这个协议。L'exclusivité pour le monde entier.